这课呢，来教咱做些学习啦吼，啊，互咱啊，有那需要学习就对啦吼。啊，当然呢，啊，互我这节课呢，就是咱互我要来以咱四尊老大人啊，办国教处，互咱即摆咱四尊老大人另外一个任务呢，叫做办国的教处。那么伊做个新闻非常非常的多，无论伊海内外的当中呢，伊有大咧，吼，伊拢是咧陪会。所以讲，伊讲的道理，吼，拢是真理。阿妈做些，阿妈拢是咧接济咱人的内心，哦，内心咧，哦，来说法。所以讲呢，伊啊，真正是佛法无边，心通广大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是咧听一块。多情啦吼，收听一下。